这个女来宾，哎，他们都是掉入了边缘。哎呀，我每一年跨年都是一个人过。哇塞，这个很惨。哇塞，哎，这是当兵的，而且是菜鸟，跨年那天都会排班，菜鸟会站哨。哇，你随便找一个人都可以吧？好，欢迎一杰。不像啊，一巷子跨年一个人。对啊，没人约哦，怎么可能？真的。来，先自我介绍，来预备气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一杰，那身高是166公分，体重45公斤，射手座。射手座，你是 show girl？ 哦，对。他口条蛮好的。声音好，讲话很稳，真的吗？是，谢谢。啊，你害怕跟人交谈，人多的地方你不喜欢去啊？对，其实我是，只有在工作上的时候我可以很顺畅的，然后反而在私底下的时候我很安静。不是 ，OK， 你不敢跟人家交谈的原因是什么？是怕讲错话，还是说觉得自己比如说不好笑啊什么之类的？对啊，都有哎。都有怕尴尬，有怕没话题，真的我很怕在那种不认识，就是一群不认识的人的场合讲了一个什么话，可能很干，或者是面对面啊不晓得要聊什么，然后就尴尬，就是不讲话。那这个就是说在很多人之前讲话突然变很干，这个事情你不用担心，我们这有干网，你看我都是这样，那他怎么办？你说这种干吗？对啊，更要做自己啊。更干，你看，你看能不能裂开？是，对啊，去裂，场面很湿，然后我一个干，我特立独行。是，那你求学的时候被排挤，为什么？我也不知道哎，我觉得太漂亮，是这样子，应该是有久远，你这样子就是，因为他有一种气质，会让其他女孩子觉得，哎呦，对你最美了，是这样子吗？对啊，有自信哦，好会笑哦，笑那么好。我都臭脸的，这臭脚的，会说你美，那你是被他们小团体这样乱弄去？我觉得好像女生不管从小到大就是很多小团体啊。对，那曾经我也有在团体里面，但不知道为什么就被踢出来了。很少看到射手座的女生是这样子，对啊，射手座很开朗嘛，对啊，而且很爱玩。你是射手吗？我真的是射手。几月几号？6号，12月，12月6号，还要查身份证。对啊，12月6号那一天应该就是射手座里面最阴沉的一天。那老板说你耍大牌，你们老板那么爱跟你们去应酬？应该是说我们的应酬啊，如果说我拒绝了太多次了。那老板当然会不开心啊。什么应酬要干嘛？就是工作上的，工作上可能有个什么额外的，我们需要去吃个饭。对，可能吃个饭，来个茶会之类的，类似 party 这样。对对对对，因为我就讨厌人多的地方啊。还是那个老板会开一些什么玩笑让你不开心？也不是哎，就我觉得应该是我个人的问题。还是你们的其他朋友有小团体会把你踢出来？你血型是什么型啊 ？B 型，都很正常啊。对啊，怎么会这样呢？就是12月6号那天乖乖。可是他应该有最好的朋友吧？你有没有最好朋友？有啊，不多。几个？朋友哦，应该10个内吧。够了啦，10个内啦，够了啦。聚在一块，那跨年怎么可能会一个人？对啊，换成一个。哎，我们以前跨年是这样，大家在那个哦，就倒数完以后，认不认识都会大家用跨年，随便找一个跨年也可以啊。热吻，10个朋友。不行哎，为什么？为什么？我觉得好奇怪哦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不熟啊，为什么要热吻？不是热吻啊，有我刚刚有讲到热吻这两个字，他讲的。我觉得你太想了。是我。没有啦，就比如说那时候我们都会叫哦，对啊 ，Happy birthday，Happy birthday，Happy New Year，Happy New Year， 这样拥抱一下。难道不会吗？你有恐男症啊？有。你被男生欺负过的？算是吧，我有过几个不是顺利结束的感情。哦，对，你愿意聊一下吗？曾经我在之前有过一个男朋友，在我们开始交往之后，然后一段时间后，我才发现他其实已婚了。哇，对，伤害太大，被骗。这些男的很厉害，他怎么可以？身份证后面就装哦，对，身份证后面是空白的。哎。那是对，就是这样。登记身份证不是登记之后就改了、啊？他没有登记，他娶外国人，因为他的家庭在国外啊。哦，然后时差又相，那你最后怎么发现的？哦，最后还是一个酒吧的服务生说的。后来我才知道说，哇塞，原来连一个服务生都知道了，然后我还不知道。哇，所以从此以后你就恐男，而且不喜欢酒吧，不喜欢人多的地方。
这是其中一个。你不能怪我们酒吧，我们酒吧其实是没有责任的，而且混的没有酒吧。真的，其实有很多消息都是酒吧出来的。你看，酒吧救了你。对，如果没有酒吧，你永远不知道他已经结婚了。对啊，后面蛮多酒，才会半年才。走吧，我们现在去酒吧。酒吧怎么？哦，那你这个事情，来，我们要找一个人，这个好好治疗你的恐男症以及不喜欢讲话，来请。来，真的，真的，对，两个冷的在一起，来，对，对啊，预备，请建议。就是我是觉得啦，你本身没有任何问题，然后你也不要把之前人家到对你做的错误，然后你放在心里，然后你觉得你怕讲话很干的话，你可以常常我们就是出去吃饭聊，你就知道场面干其实是生活的一部分。对对对，不要有任何的，对啊，不要有任何的，对啊。不是你的错。哎，真的，我真的听不出你的重点在哪里。我已经讲完了。对，那他哥你有什么建议？对啊，我听听看。我觉得他应该从家人开始，家庭聚会嘛。嗯。他从家人开始，慢慢的跟家人沟通，沟通完了之后，再从他朋友这边沟通，他会找到他的信任，他会找到他的安全感。他会找到会相信别人的那种感觉。陈大，你把这个东西给他。不是太酷，为什么有两个人同时可以讲完全没有重点的话？来，简单说不快。哎，这不，那你可以选你喜欢谁的那个建议。你觉得谁的建议比较烂？好，不然这样，谁约你，你会想跟他出去？你单独吗？对，对，不然你单独，你选他也 OK 吗？你选他我 OK 的。他吧。来，你知道为什么？为什么？为什么？太老。太老。我觉得他看起来比较好笑。是啊。他刚刚讲那么多，幽默感，幽默感学不会的，好笑的来了，吃饼干啦，好笑的来了，吃饼干啦，这样就很好笑啊，吃完就很好笑，他吃完就改观，吃完就很好笑，不是他是我们吃饼干最好笑的，难吃，不会，你是韩国人爱吃芥末，你在日本，你在大阪待过两年了，一杯啊，好，哇，好大口啊。多好笑！你看，好好笑，好好笑，好好笑，好笑！你说什么啊？我好难吃哦！好好笑，好好笑，好笑，好笑！哎，你现在就很像你刚刚讲那个笑话的结尾。那第五位就是你嘛？切勿我！这样很好笑吗？他那么不好笑，你为什么选他？我不懂，我为什么要追他？我真的不爽哎！他长那样子，对，就是因为他在长。等一下，你有话说清楚哦。